我是公关猎科长的183年了，5月30号，瑞芳战男10:25，说白就是7502吃火力哦。在瑞芳站内吊车 I89，哎，哇塞，四个车头啊 ，DHL105 I16 I19，哇，还有双色哎，不止四个车头，还有双色哦，橘色阿鲁跟我们的蓝色阿鲁树杰十扎斗车，1234567891011213，挂13爷的，大家一手车，我们的7502车里哦，10:36，5月30号，然后因为我个人因素，所以等下把鼓之后我就赶快走，然后赶快撤，然后害我来不及打我公共车，我要火车，7502车哦，在洛阳站内吊车。嗯，热闹哦！至少还可以拍到那个，虽然今天没拍到 R200的吧，因为750啊，可惜啊，那落在晚影了。我原本想说没那么快，五分钟就通过，我从双击就开始杀过来，不知道。对啊，就是没拍到，蛮可惜。但有拍750还不错，10:37，5月30号，我的阿鲁蓝色阿鲁，然后出街控制阿斗车。而且是4辆 R129 R168，DHL105，这个应该也是来花厂的送修，是吧？以及本物机 R189 R189 DHL 105 R168 R129，希望大家拜拜哦。好了，7502车里，在洛阳站内完成吊车修改的，10:38，5月30号。